系一姑妮，我系姑咪咪咧，姑咪咪，我系姑咪咪，大家好，我系朱古力。大家系咪成日都会揾代购买日本嘢咧？今次咧，我哋就受到呢个善长人官 Everest 嘅邀请，做一日代购员。我哋今次做 Everest 嘅代购员，其实系咩嚟嘅呢？Everest 是 HKTV 旗下新的海外代购平台，原意就是想香港人就算不去旅行都可以买到特色的东西，只要经过平台认证就可以成为海外代购员。除了可以看到香港客户想买的东西，代购专员还可以出 post 帮自己的产品推广，所有沟通、交易、运送甚至退款都是经平台处理，买卖双方都得到保证，唔使怕俾咗钱收唔到货，又唔怕买咗货收唔到钱，仲可以喺 Apps 追踪件货嘅状态，全程摸住件货去到边，咁就唔使惊件货寄失啦。咁咧喺呢一度咧，佢个神仙水230ml 咧系卖紧19,800 yen 啦 ，cream 咧80g 咧就系16,800 yen， 而家呢度咧系卖紧680 yen 啦。再加上我本身咧系松本清嘅会员啦，咁所以我买所有嘢呢啲产品咧都有15% off 咯，咁所以就真系抵上加抵啊！咁而家喺呢度买咧就系798 yen， 再加埋我个15% off 咧，就又发现咗一个喺度买抵啲嘅。是不是看到心喐喐想试下做代购呢？只要你成为代购专员，见到就脚的代购任务就可以回复报价，客人给了钱就可以落单了。就好像我们这次买的药妆，只要将货品交回去 Everest 集运仓，他们就会帮手送回给客人，完成交易就收到钱的了。找到了这个水仙之脚之魔女模型，高达模型，佢咧 ，Edie 都係咧，每人只可以限買一個嘅啫，所以唔可以咁搶手啦。成功幫個客運都冇影啦，買曬啦，耶！任務完成，要去食嘢啦，好肚餓啊！點啊？我哋今日嘅藥妝有冇燒到你呢？如果有嘢想買，可以喺 Everest 嗰度提交報價，就會有專員報價幫你代購噶啦。其實除了買產品之外，有些服務都可以經過 Everest 預訂噶。咁去旅行嘅你又啱用翻啊！例如需要用到日本的电话先预约到的餐厅，或者去旅行庆生，或者想求婚想有预先的安排的话，在日本的代购员都帮到你。好像咁啦，上次我咪介绍过北海道那个豪长正宗的豪嘅，咁其实有好多观众咧都 send DM 问我，喂点样可以订到啊？但其实咧佢只是接受电话啦同埋 fax 嘅预约嘅啫。咁如果大家想订的话咧，咁喺呢个时候咧用 Everest 的服务就最好啦。咁大家咧就可以咧揾到当地代购专员帮你啦，提交报价要求咁就 OK 噶啦。而家买完嘢喺 App 度仲可以赚到 Ecoins， 你仲等咩啊？仲快啲单到！而家首次落单仲可以享有呢个首次落单自取免运费优惠，用我哋个曲即刻赚50 points 度50蚊使添啊！哇，仲快啲去爆位！如果你系长住外地，又或者去旅行嘅时候都想做下代购赚内快。咁就可以入个 Apps 登记㗎。